秦砖汉瓦，唐宋古塔，这里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杜甫吟唱，尉迟屯兵，这里人杰地灵，物阜民丰，这里就是陕西富县，一座历史悠久、资源富集、蓬勃发展的工业新城。富县古称夫州，位于陕西省北部延安市南部，地处陕甘宁蒙晋中心位置，东依黄龙山与山西太原相邻，西靠子午岭与甘肃兰州相邻，南接陕西西安及四川重庆，北连银川内蒙地区，青兰高速309国道横跨东西，包茂高速、西延高速、210国道、西延铁路、包西铁路及在建的西延高铁，纵贯南北，形成了六纵二横的交通路网。富县地域辽阔，土地面积4182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64.45%，洛河、葫芦河两条河流和大深壕、柳梢湾等六座水库，形成了1.1亿方的水资源总量。境内矿产资源富集，以探明煤炭储量4.25亿吨，石油储量8628万吨，天然气储量940亿方。2013年，依托县域资源优势，一个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新兴工业园区在这里孕育而生。富县工业园区是陕西省省级示范县域工业集中区和全省第一批可承载危化企业的化工园区，规划面积8.68平方公里，规划布局4个片区：洛阳化工片区，由河西、百草洼、洛阳、柳湾、都河5个区块组成，规划面积3.42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能源化工及下游新材料产业。吉子县张村驿电力片区规划面积为2.7平方公里和1.91平方公里，以发展煤电灰一体化循环产业为主。吉子湾物流片区规划面积0.65平方公里，主要发展物流储运产业。世界500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投资216亿元的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于2019年4月建成投产，年产值113亿元，利税23.4亿元。其生产的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等12个化工产品，为园区发展聚烯烃下游深加工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世界500强中国大唐集团投资124亿元的大唐延安电厂，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投资160亿元的延长石油富县电厂，两个项目建成后，总装机容量达到732万千瓦，年产值110亿元，利税16.6亿元。全球最大的工业气体供应商法国液空集团进驻园区，可为园区企业提供氧、氮等气体服务。陕西双翼石化、盛泽精细化工等项目的建成投用，必将为园区的发展壮大注入新的活力。截至目前，富县工业园区已引进重点项目12个，总投资522亿元，年产值121亿元，税收7.5亿元。园区重点规划建设的百草洼区块已完成七通一平，库容2亿方的南沟门水库供水管道已引入园区，
为园区配套的5个变电站、4个天然气分输站，可完全满足入园企业的用地和水电气需求。污水处理厂、废渣处理厂、危化品停车场配套齐全，园区内2个高速出入口、3条铁路专用线、4个货运平台，可满足企业各种货运需求。企业职工居住、教育、就医、金融、运动、休闲、购物等生活配套服务一应俱全。园区还聘请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华路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顾问团队，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今后，复县工业园区将按照绿色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重点发展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两大产业。能源化工板块将立足复县境内及周边油煤气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气综合利用、煤电等大中型高端能化及配套项目。新材料板块将立足盐能化公司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等化工原料优势，重点招引管材、中空容器、塑料日用品、环保增塑剂、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等聚烯烃下游产业延伸项目。始于初心，得于人和，复县县委、县政府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坚持一对一手续代办、一站式全程服务，实现了限时办结、信息共享、全程监管，同时在土地出让、政策优惠、项目配套等方面对入驻企业给予大力支持，营造出亲商、安商、富商和你投资经营我服务全程的良好氛围。乘风破浪好扬帆，奋发崛起正当时，复县工业园区将以宽广的眼界、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将以创新的理念、昂扬的斗志铸就新的辉煌。复县工业园区，欢迎您。